有时候
这个买感情不一定伤钱，还可以伤其人命，是不是？不会是那么喜欢哥们啊，只是哥们呢，这个哥们很奇怪，他失恋以后非常难过，很难过的时候想跳楼啊。这个我最奉劝大家啊，失恋千万不要跳楼啊，即使要跳楼，也要看一下下面有没有人才跳啊。这个哥们一跳楼以后呢，这个把下面一个师妹砸死啊，这个自己还没有死啊，这个不要奇怪。你要啊，珍惜生命，是不是？你看我啊，我今年24岁啊，这个今天是我本命年，我今年24岁，走在白天走在路上啊，没有美眉找，晚上走在路上啊，还没有猛男骚扰啊，怎么回事呢？啊，因为我长期这个挂牌销售啊，无人问津是吧？一直卖不出去，突然有一天呢，这个有人免费送上门来啊，怎么回事？有一天我做这个优惠回家啊，这是我坐这个拎包回家，一上车啊，坐在一个美女旁边，哎，我坐一个非常性感的美女，很好玩的行为啊，我坐在一个非常性感的美女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我正在啊，这个像我这样正人君子，一般都是正经工作的那种学生，是不是？我正在这个读学生的时候，突然啊，这个美女啊，我感觉这个右边胳膊有点沉重啊，这个美女居然把这个头啊靠到我的肩膀上。啊，我这个当时心里就有点慌啊，这个觉得很奇怪，这个美女为什么头靠到肩膀上呢？那我动动肩膀提醒一下她，是不是？美女同志啊，不要搞我啊！这个没想到这个美女啊，这个居然把头啊靠得更紧了啊！我这时候她心里非常的慌乱啊，心想我等了24年，终于等到今天了，是不是？非常头痛心中，就这个时候啊，我手机响了啊，非常不合时宜的响了。我的手机响了以后呢，啊，我看到我的手机啊，连忙调成静音啊，不要干扰我啊。当我调成静音以后，我再回头一看，我这个美女啊，我这个美女居然啊，已经头已经抬起来了，用一种非常迷离的眼神看着我啊，这种眼神让我实在是无法形容，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啊。当的时候，看我心里又是一慌啊，这我想这个美女是不是要对我下手了？没想到啊，这个美女这时候做了一件让我实在想不到的事情，掏出个塑料袋，呕吐起来啊！吐的时间呢，比泡在我这个肩膀上的时间还要长啊！所以说什么叫做啊，世事无常，前一秒我是艳遇，后一秒我是悲剧；前一秒我是风花雪月，后一秒我是天诛地灭；前一秒我是欲仙欲死，后一秒我是生不如死啊！今天这里有很多我们同学啊、老师，也有很多朋友，认识的很多不认识的人啊。这个看大家的心情非常的冲动啊，心潮澎湃不能自已。给大家啊写了一首诗，祝大家中秋快乐啊！这个诗怎么写的？月上柳梢头，诗妹时时有啊，窗前明月光。